一箱又一箱的物资要从桃园金丝堂搬上车运到航警局。这批防疫物资从吃的到用的应有尽有。这些都是我们在防疫当中需要用得到的，除了我们 外部的一个防护以外还有我们体力的补充。我们非常感谢慈济慈善基金会长期对我们警察的一个照顾。慈济捐助的防疫物资除了香精面、福惠粥，还有茶树酒精、医疗手套，其中护目镜以及面罩最实用也最能应急。这一个是镜架式的防护面罩，一个是泡面式的防护面罩，因为我们航警航警的这个同仁呢，会面对第一线，会面对到来来往往的在航空站的一些过往的那个旅客所以呢，非常需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防护。就是顺畅的，就是在短时间内可以马上做工作这样。就除了防疫以外，我觉得平常像晒太阳很大的时候，也蛮有那个遮阳的效果，对啊。而且这样跟民众接触的时候，也会就是比较安心一点。这是在今年二月送来口罩后再次来访，希望能够让防疫第一线的警员们更安心执勤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江宜珍、翁文雄，桃园报道。